哇哇条哇 ，Say hi， 系孙王，难啲资讯谂爆咯。Hello 啊 ，Good morning 啊，哇，我第一次以素面这样入镜诶，唔好问阿贵。啊，然后后面是什么来的？哎，这么早起身，我要去干嘛呢？哎，等下你们就知道我这么早起身是怎么的。Good morning 啊 ，Hi Sally。Good morning 啊，我看 ，Good morning 啊。哎，关门啦。哎呀，哇，你看，你拉我没？这么夜。我们来这里干嘛？哎呦，你们看 ，Hi， say hi， 还啊，哈哈哈哈，甩锅 ，Why so early？ 不要烦，你车，哈哈哈哈哈，我看不到你们的啦，其实我 video， 我的两姐在等这里，顶啊，哎呦，顶顶。其实我都是看到你们了，你看我 video 黑茫茫的，看到吗？看不到的，还是一点点嘛，看眼睛嘛。测光测光。哎呀，镜子打 B 那个高点。哎呀！哇哇条毛啊哇！ One hour later。怎么讲？来爬山呢？给你们看，各位爽不爽啊？哎，说个嗨呀、啊！想打个招呼 ，Hello 啊！哎呀，看那两个，你看，今天看不到太阳，夕阳，因为很多云，所以只能这样。来，我们来代言广告了，一二三，起来起，新我，自然时间就过得很慢。我教你，他们不是你，快点快点。我教你，下次你跟他骑一出包，你就算时间。看你又跟他骑机的时候，你算时间看谁。小时候最好我最小，没有我没有。啊！嗨！我是两个打架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遥远的路，爬完了。哎，各位爬完了，耶耶！哈哈哈哈哈！下山，要走快了。我回头看看，我也回头看这么难。如果是很好，那应该是。所以他掉走了呀，他掉走了，这就很好笑的是，他脚脚不用紧啊，前面有一棵很幼的树啊，他抓那棵树。比他还小，是不是？他的树这么了，树的根啊，应该这么了。啊！安迪，自身难保了。真的。他去拿那棵树。他拿一只哦，绝不跟路。他拿一只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有一棵树给他拉过来。啊！有一个很矮的树。好妖啊！你们好妖，还捉几个包树都死哦。那差不多咁样了。Oh my！ 咦，咁点你捉住？我死咯！我真系争你扑街喺度。食嘢。谢谢啊！啊，青椒卤鸡饭呢？啾啾啾！各位好吃吗？好吃。嗯，有点反应啊，好不好吃啊？你看前面那两个 ，Hello， 阿芝，阿芝，大哥，他刚才我看没实力，冇人冇人理我，真系我。走了走了，三遍三遍三遍啦！各位讲拜拜，拜拜，拜拜啊！